看这个罢两席。我认为就是人民是需要安居乐业，而不是政治对立。那现在看得出来，民进党尤其是领导者在内政完全无方，比如说不管在能源政策或者是各种方面，他完全没有一个方向，甚至多头马车，让人民无所适从的情况之下，还是不断的在升高各种政治对立。我想这绝对对台湾、对中华民国来讲是一个灾难。而且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执政党可以悬崖勒马，不要把手一直伸进去这种全台大罢免的行为当中，导致全台湾的社会氛围越来越对立，而且让我们没有办法进步，裹足不前。那国民党针对这个罢两行动会不会有什么反击的动作？比如说那个罢免那个基隆的议长？这个我想这个部分当然还是尊重民意哦。我想大家一定会有这个正义人士看到这样的状况挺身而出，认为不公不义，那他们可能会有人自己去发动这样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党内来说，我们说从政的同志一定全部到基隆去为谢国梁市长加油，因为他根本没有做任何的错事哦，甚至是现在司法也还他公道，法院也给他公道。所以我们所有中国国民党的所有从政的同志，我们一定会到基隆里面，到基隆市去为谢国梁巷弄一条一条走进去，帮他宣传说这一年多来基隆市长谢国梁要带基隆往哪里去，而且是越来越好的未来。现在国民党似乎是之后要开始来修这选罢法的门槛，不过民众党这边的态度好像是认为说要先把这修整个选罢法的程序要更严谨。那像我想昨天朱主席已经对这个议题有一些说明，所以我就不再补充了。像会一起帮这些谢国梁市长来加油吗？就是他的当然，我想谢国梁市长非常用心哈，我们在能够实力地方都会帮他来加油。对，谢谢。会希望民众党一起加入，就是来声援谢国梁市长吗？我想那个民众党如果可以的话，当然会欢迎了，我们会很欢迎。主席，那个公民团体推动那个罢免啊，第二阶段昨天下午通过了，主席怎么看？我想民进党这段时间用仇恨、用斗争、用各种对抗的方式，让台湾国不太民不安，让大家都没有办法安居乐业。尤其基隆市，我们可以看到谢市长这么认真努力他努力的把原来公产变成私产的部分把它拿回来，那得罪了某些民进党的朋友，那这样要来罢免他完全没有道理。而民进党又用这样推波助澜，造成整个社会的对抗跟不安。我觉得民进党，尤其是原来的市长，也就是现在民进党的秘书长，应该要悬崖勒马。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和谐、更安定，为基隆市也好，为全台湾各地也好，我们一起来努力不要用这样对抗仇恨的方式来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主席，那国民党会不会推出什么反击的动作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非常的不满，尤其我听到基隆市有非常强烈的不满的声音。那关键就在林佑昌市长跟基隆市这些民进党的朋友，他们到底他们的决定是什么样？我们希望悬崖勒马。我看，因为您昨天有喊出这个“敌人之道，不治其人之身”，要来反制罢免谢国梁。可是党内因为下周好像立法院也想要修罢免，拉高罢免法。但是党内还是有些杂音，这样怎么沟通？昨天在基隆的时候，我们知道谢国梁市长是最有爱跟和平的，他一直强调爱跟和平啊。那他在基隆好好认真努力，结果今天因为得罪了某些民进党的朋友或者是特定利益的人，他们就发动了罢免。你觉得有道理吗？用这样子用仇恨、用斗争的方式来对抗一个市长？那市长就是要努力安居乐业，那他这样子基隆还能够安定吗？所以民进党这样做，当然很多基隆市民就不满，就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还是再一次呼吁社会要祥和，我们要安居乐业，不要搞政治斗争，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而至于立法院在讨论这个选罢法，跟谢国梁这个事情完全无关。那未来呢，这个有关罢免的制度是不是合理，本来就有很多意见比如说我们总统联署的时候要有身份证的影印本，避免作假，避免抄，而现在罢免的时候只要抄一抄名单把身份证字号填一填就可以了，这样对吗？这样合法吗？所以这个可能也要重新来检讨，重新来讨论。所以门槛的部分提不提高都没有关系，让尊重立法委员，但是也有很多人提到说当选的票数跟
罢免的票数是不是应该当选的票数超过罢免的票数，这跟门槛25%、40%、50%无关，那也是值得讨论的。那我们知道礼拜三是开公听会，那在这个阶段本来就是听大家的意见，大家各自表达不同的意见，最重要它不是针对个人，它也不是针对政党，跟谢国梁这个事情更无关啊。我们希望对一个长治久安的制度做一个讨论。是因为以前这个陈柏惟被罢免的时候，他的其实当选票数也是比罢免票数还要高，所以本来就是过去的很多案例都可以拿出来讨论，到底合不合理，大家是不是要检讨，或者是说，尤其是啊，包括柯P柯主席也提到的，联署的过程当中，总统是要身份证影印本比较严谨，而今天罢免的时候随便抄一抄名字，或者是把这个身份证字号都写一写，这样合不可以，合不合法，合不合理，大家来做反省检讨。国民党内有人呼吁要罢免这个绿营的基隆议长。我已经做了这样的呼吁啊，民进党本来就不应该用这样子的恶意或者是这样仇恨的方式对基隆市的市长，那就看民进党到底林佑昌，尤其是林佑昌前市长，他目前是民进党的秘书长，他的决定是什么。谢国梁市长担任基隆市长这一年半来非常认真非常努力，用爱与和平让基隆市充满阳光，充满了爱，让这个城市更有希望，而民进党想要用斗，想要用恨，想要对立，让这个城市不能够安居乐业，我觉得这非全民之福。为了基隆的未来，希望他们能够回头是岸，能够及时刹车。毕竟这个城市要未来要进步，是属于所有的基隆市民的。谢国梁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情，唯一一件事情，他可能呢影响了某些人特定人的利益，可能对某些特定利益的背后有所影响，但是他是为了维护基隆市民的权益，为了护基隆的市产，我觉得他做的是对的事情，他的坚持值得我们大家肯定，我们一起为谢国梁加油。基隆的地方的议员，我认为国民党现在全党护一人，民进党现在是全党要杀一人，为了就是要造成社会的对抗对立，我觉得他们是用谢国梁来当一个引子，当一个开头起头，我们不能让社会因为个人的恩怨或者是特定人的利益来伤害基隆的好的市长，更不可以用对立对抗让基隆没有办法安居乐业，我觉得这是对基隆很大的伤害。这个罢免谢国梁的部分，那您这边会声援谢国梁市长？不好意思，刚才我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哈，上班时间不会谈政治，不会谈选举。不过另外一方面哈，总统大选已经结束了哈，那人民希望安居乐业，那人民希望哈能够经济民生好好的发展哈。我们台湾需要的是合作，不是政治的对抗，大家好好为这块土地共好，用我们团结的力量。好好的每个人各司其职，努力的拼我们的工作，然后团结在一起。无你甲我，无你刘东海，大爱平的这个精神，绝对是合作团结，台湾才会赢。我可不可以把我刚才那句话补充完？不好意思哈，总统大选已经结束了哈，那人民希望安居乐业，所以呢，我们要致力于哈政治安定，人民安心。